光绪23年二月，安徽巡抚邓华熙以皖省制钱不足为由，奏请购机建厂制造银元，便利市面流通。获准后，随即派遣候补到潘汝杰赴上海洽购机器。机器安装妥当后开工，雇佣熟悉工匠，按照广东、湖北银元分量，成色并凿明年份及安徽省造字样，铸成大小银元五种。此枚23年安徽省造7钱2分是2008年北京成轩秋拍出品的一枚 XF 级安徽龙，底价人民币25万元，因边缘有碰痕而无人问津，事后溢价转让。2011年在纽约拍卖会上出品一枚同款 PCGSMS 62分的光绪23年安徽省造7钱2分银元，以28万美元落锤，加上18%手续费后，总价超过33万美元，和人民币218万元。这是德国机器厂的铜制广告币，库评1钱4分4厘。这是一枚24年安徽省造7钱2分，